深夜12点出来拿外卖，哈哈哈哈！回家吃饭嘛。有点下雨了，今天晚上的成都，我要开始享用我的透切三文鱼腩了。我真的太馋了，之前老是看他们吃。如果你晚上睡不着，就来看我吃饭吧。一整个吃起来真的太肥美了。我买的感觉它切的没有那么厚，吃起来特别的油润油香的。最后一片了，我也终于在家里面吃上了提灯。外面是一层有韧性的薄膜，你把它咬碎，里边的浆就直接疯狂的喷涌在你的口腔里边。这个肉是鸡腿肉，没什么调味儿，没什么盐味儿。这个温泉蛋里边它是撒了一点海胆，它其实是两颗蛋，我提前偷吃了半个。还不错耶，我要把它戳碎，拌着肥牛一起吃。肥牛加洋葱真的是绝配啊。最后半颗蛋，好啦，今天的宵夜就吃好了。关注多多，记得多多吃饭，晚安。